看，这是小怪物的手。不对呀，这是要出来了呀。告诉大家一件好事啊，皮卡丘有宝宝了。看那大黑眼睛，多像皮卡丘。他现在毕竟是个小婴儿嘛，长大就变颜色了。这谁家孩子呀？管管呢？这都给我们锁喉了呀。这两只眼熟吧，草莓软糖小时候和小火苗小时候就是这个样，长大以后呢少了点 Q 弹，多了点帅气。刚才照蛋的时候看到他小爪子在动，看，哎，这就是小爪子。哎，不对呀，新的小怪物出生了。我们看一下啊，人呢？这算不算出生后第一眼看到的我？那我当妈妈了。如果你也想体验孵化的快乐，可以玩左下角的真实海晶，开局30颗血蛋随意孵化，648种异兽都可以一键吞噬，一小时就能升个200级，体验孵化到养成的过程。左下角还有专属的血蛋礼包呢。就他是怎么做到一脑门顶出三道口的呢？完了，他第一眼没看到我。哎呀，白瞎了，这你让我顶我也顶不出来呀。你跟不跟我走啊？你考虑一下啊。哎，别这么不矜持，你说给他起个什么名好呢？还有一个事儿，这要不出个双头小怪物啊，都对不起这个外形。能孵化出来吗？